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我们今天继续来新卡比探索发现，来到的是被遗忘的红通通，就是我们的岩浆区哦。来啦，这应该是很危险的地方。那这边灵魂有51个，刚刚我们收集之前的是249，加起来如果全收集满的话，那确实是300个灵魂。不过我觉得啊，我们后面还有一关就是那个实验室的地方哦，所以我们这边也要把它全收集齐吧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陀螺欸，这边怎么都是这个？欸，要用风才有办法过去吗？可是我有冰欸，我用冰怎么样？我用冰直接踩在岩浆上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好，我们这个直接滑冰，应该也是很方便嘛。Go go， 而且也不用担心中途会没有风滑下来，这样啊，直接滑出去了。我们也看一下哪边还有秘密。看来就是一直往前冲而已啊，这个比较远一点，这个应该捡得到吧？这里可以站吗？感觉不太能站，我们还是努力飞回来好了。哎，这飞不上去了，完了，飞不上去了。好，这边是岩浆区，右边又有灵魂啦，这感觉是要捡了之后就要想办法飞回来的哦。OK。哇，前面是杂陨石，我们这些陨石是用水把它浇熄就可以破坏它的。这边不知道有没有水，我们看一下啊。我捡，快跑！没事，其实用冰也很好用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哎呦，只是有时候太滑，直接滑下去了。好，吃个肉吧。啪啪啪啪啪。好多龙卷风哦！哎，你瞧，右边有路哦，右边有一个哦，有收集到吗？没有，才五个，好像有点少哎。那还有哪边有错过？哦，有，我找到了，哎，飞得过来，好险！这边应该用龙卷风飞比较方便，在这个塔上。好，那想说前面的岩浆有一个小缝隙是空的，有没有？那个其实它是一个提示哎，那个岩浆哎，这边就是让你走的。OK， 那我们往前咯。哎呀，再来是有一个房子的地方，我们绕它上去哦。有雪人，有雪人就方便了吧？冰冰冰冰冰，不吃了不吃了。哎，这里也是针。炸弹区直接就跨上来的，而且怎样？太滑了，直接滑出去。哎，我会射几发？三发。听起来有被他弹到哎，弹到飞出去了。蛇。哎，有楼梯。我想说他在这边滑。原来是在守护这个灵魂，哎，这里有炸弹哎，这边才看得到的炸弹，哎呦，哪边爆了？应该是后面吧，先过去。这个我们记得要从后面绕，这里吗？啊，又是炸弹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好像在更前面一点，这里吗？哎，是是是，这里有一个，它在墙壁外面。哎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按钮？哎，没有哎，是要按这个吗？喂，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那机关在这边。嗯，那我们前面炸弹炸的不知道是不是这边的，还是前面的不知道哎。我们可以先往前看一下有没有缺。啊，这边解决之后，快到最后了。啊呜，快死掉了。好，五五，有没有食物呢？亮亮的，还上不去。喂，给个，哎，大汉堡下面。哇，这个下面我还上得来吗？哎，可以。上面我记得要打一下小王哎。先打再说啊！右边还有一个平台，差点飞不上来。好，
里面还会有一个大平台。哇，我有，哎，等一下，这里居然有东西？哪里？这从上面才看得到吧？哎，这里我原本应该是到不了的位置吧？哎呀啊，我们之前炸弹好像就炸这边啊，有，前面漏掉了，还好有飞下来。啊，这边上面应该还有东西吧？这里有扭蛋。好，那剩下就是后面的小 boss 区域。哎，好像不是小 boss 哎，里面有 一大堆的生物在那边，然后有一只黑暗的，这边有人掉下来了。狗狗们，冰冰冰冰冰，通通解决。有收集到了，很好，我们没有错过了，可以离开。哇，运输带的地方哦，运输带速度是变快，等一下好快，运输带速度好像加速了，速度变那么快。这个哇，这个不用跳的没办法过哎，啪啪啪啪，哎，灵魂不会被压扁哦，没事。哇，但是我要从前面，我要从前面回来，我从这边滑回去，好，好快速。这边有一个大炮，有人在睡觉。哦，好快，不讲不讲，好，有了。这里用火焰的话，那个用空中移动会比较快。等一下，很容易扁掉的一个地方，有一个灵魂在，我们要从这边吧。Go go go！ 捡了，快跑！我想搭着它上去。这边有一个按钮。哎，我要有炸弹！啊，完了！扁掉了，我的兵是不是也扁掉了？我只能吃他的炸弹了。哎，他是引爆在这边啊！我们要拿炸弹才有办法。哇哦，这个炸弹这个位置太邪恶了，先把它解决掉。那我想他应该是会复活的啦，所以我必须在这边丢炸弹。哎呦喂，炸得到哎！好，想吃一下这边的兽啊，又扁掉了。我这边压扁很痛哎，我快死掉了，等一下。好痛！我想吃个寿司，让我进去。第二条血也没了，有够危险这边。好，我要出去。OK， 努力往前啊！炸弹直接往后飞，追踪不到啊！没办法再这么啊，又有炸弹了！炸弹对决。好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这个上面过不去哎，我们只能想办法先往前冲。哇，我们的速度够吗？快快快快快！快！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有针，有针的话，应该在这个运输带上包能不能往前滚？快哦，快哦！好啊，右边还有路。边这边，哎，右边这是要怎么过去？运输带直接滑过去吗？够，哇，好快！那我怎么回来？从上面。啊，有有有，上面还有路啊！有火焰呢，我换个火焰好了。火焰，然后左边应该还有路，不过我们收集到了，所以左边应该是秘密哦。有吗？有，妈，这次会动哎、欸！快下来！哎、欸，我上不去。哎、欸，我进来了，确实只有蓝银币，没有什么秘密了。再来，我要打完了。这个是，哎、欸，卡洛琳吧？不然就火焰哈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小怪区，不是小怪。大只的，大只的，火焰攻击范围就比较窄一点，空中移动可能会比较好，不过伤害没有到这么高的样子。大只的，吃到真的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先把刺猬解决掉。火焰没这么远，没烧到，喂。
烧一下，烧一下，烧一下。蛇哎、欸，哎呦，差点被吃到。我闪，我闪，他到底要不要吃？哎、欸，解决了，他被这个烧死了。哦，牛哎、欸，我闪，哎、欸，死掉了、欸，我是不是残血了？在叮叮叮了，打地鼠，打地鼠游戏，别跑，下一只，解决了吧？啊，哎、欸，完全没有奖励吗？那、啊、我记得这边有楼梯，连个宝箱都不给。那、啊、硬币，怎么又是硬币？前面舞台右边原本是一张设计图，现在呢，浅浅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来坐云霄飞车咯，这应该错过就要再重来了。Go go！ 有没有手手在移动呀？我看到我的，好快哦！等下速度好像变快了。我有可爱的卡比手手那边挥来挥去，有够快！爆米花，钱钱钱，硬币，不是那个。哎、欸，假的！哎呦，假的！我要碎片。哎、欸，突然减速了，上坡。哦，饭团！啊哟，差点没拿到这个。来来，哇哇，反应力要快哦。碎片，我就知道。哎、欸，哦有哎啊哦哎、欸、哦有有有有。我想说，我怎么插一个碎片在这边？有了吧？这样应该收集齐了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三个，还没。但我记得右边还有路，也许会在右边。这里，这里。之前这边没啥东西的，现在应该……哎、欸，有，有一只在睡觉的。有了，有了，收集齐了。啊，我应该吃掉它的。应该加点能力，然后上面这边还有一个亮亮的，但我记得应该只是扭蛋。这次有什么？有钱，只有钱而已。啊，再来这边要下降到那个很深的地方了。一开始很多 boss 了，嘣！哎，有水耶！啊，是不是开始有那个毒青蛙了？这边。哦，打王，直接喷，喷你脸上，解决了，解决了，直接喷死了。可是我们水有限哎，哦，哎，我刚水的好像都不会消耗啊，我觉得我水已经喷很多嘞，但好像都不会消耗。然后有一个洞，我来了，这个洞应该适合我吧？喂，嗯。水不够，我们喝胖一点再来。刚刚已经变瘦了，塞不进这个洞了。炸！哎，有宝箱，有一个，还有火鸡腿。火鸡腿补好少哦，这个食物怎么补那么少？来，这边是用空气炮来打 boss 哦，这边都可以用这个。哦，好痛，可以用这个打就很方便了吧？不过我们变身之后没办法闪避就是了。把防御闪避，所以我好像直接打比较快，一直吹一直吹比较快。硬币硬币，好，这边就直接给你了。哎、欸，它右边有路哎、欸，这边有个洞，我来了，开吧。哎、欸，怎么还有一只兔子在？胡萝卜胡萝卜，哎、欸，胡萝卜补蛮多的嘛，也是三个。开始要饮料罐，被这饮料敲到应该是蛮痛的，两只，一下就倒了，超痛的，超痛的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好痛，一下就解决了，好强啊！这些特殊的变身都好强啊！哎、欸，这次怎么没有那个灵魂呢？要在前面吗？哎、欸，这个电梯上楼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我这个要怎么办？要从空中掉下去，然后再嵌入里面。哦，可以哦。有东西，一个汉堡。好，直接把我们传送上来了。
不过前面应该没东西了。再来，再来要有三角形，三角锥在哪里？哎，直接在人家背上打架哦！嘿，直接把你的背上当我们场地啊！哦。来一个喷一个，来了，哦，还没动就解决掉了，我闪 ，OK， 送个三角锥，哦，再戳，好可怜哦，当我们战斗场地还要被戳，有三个灵魂，哦。这边好像收集到差不多了，是不是要打王了？对，剩下五个了，最后 BOSS 战。这边 BOSS 战是那个，是什么？这个，那个第一大王假面版的。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有真有风，有，我要拿什么好呢？还是火焰，火焰好了啦。来了，面具。幻兽面具，狂野滴滴滴也换。这个它本身也是有岩浆的，哦，岩浆范围好大，哇哇哇！场地倾斜了，我闪，它现在敲都是会有岩浆，一直闪，哇，还有一个，我。哎呦，被烧到了，好多火焰！不过它血量其实扣好多、哦，但这个好像有第二阶段，对不对？啊，又有冲击波了！哎呦，场地整个斜掉了，过来一点！飞好高！哇、哦，他倒了，刚才被燃烧烧到血没了，把他的锤锤。这其实可以让我们拿锤子的力量。哦，有点大颗。哇、哦，场地好斜。哇、哦，这么斜它也可以跑吗？我要滑下去了，等一下。很滑。等，我闪。这个还是要跳一下吧。它跑太快了。龙卷风。打不到，这个位置好哦，闪！趁现在，我在闪！趁现在，喂！我在闪！我可以在里面一直穿梭哎，实际抓对的话，可以在火焰里无限穿梭。哎呦！在空中就没事了，但是这边好多岩浆，他累了。扫他，撞一下，小怪来了，好多人，我的火焰，闪一下好了，哇，很危险，快出事，快解决了 ，OK， 好险，那脸。他面具下面的表情很哀怨，解决了。OK， 我们一般关卡中最后的 BOSS。那我们这边第二周末还有那些特殊大 BOSS 吗？后面的三连战。可是我们收集到灵魂，应该就是要召唤出狮子王了才对吧？那我们最后呢也是很顺利收集到51个狮王的灵魂。这里的狮王还是正常的狮王吗？收集到所有的灵魂，送你特别的模型作为勇气的证明。耶，是什么狮子王？哇，狮王跟卡路林的五星扭蛋哎，他们曾经是一个知名的搭档，也是动物们的领袖。但狮王发现了 IDF86 之后呢，他就变成狮王加尔夫自称了，然后说出了只会。发出吼声的卡洛无法理解的语言啊！所以以前卡洛不会讲话，卡洛不会讲话吗？他现在狮王会讲话了，
他是被外星生物附身还是怎么样呢？最后的被遗忘的陆地，指出灵魂之主的位置了。不用指出来，我也知道他在最后面了。其实就只剩最后面了吧，有失望的气息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先玩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我们之后呢，全副武装做好准备，再来挑战他最后的失望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